那他现在就是我选中的少王妃了，安排他明天见我。他该是郑家人。嫡女杨玉环拜见惠妃娘娘。郑家人迟早活了你的。他们不死，死了就活了。而且明天就把杨玉环送进宫来。离心太子的事。 几乎皇城心地动，你老子这辈子就没跟人谈过情话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是我，终不是他心目中的男人。爱是不容易的，再爱一次更难。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待你。你可是说了，情用命赌，如果圣上输了呢？ 做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，才是真的幸福。玉环一生被动，今天我想给自己做个主。太郎，若非死别，绝不生离。